反认为车王店的第四季因为没有第三季的工具机大单挹注，虽然汽车零件事业依旧是稳定在维持，但是呢单季营收恐怕会不如第三季了。不过法人也认为呢，第三季营收冲上高峰的加持之下，下半年营收可望优于上半年，而且全年营收有机会年增达到10%到11%左右。